哎，这是蛇吧？这不是蛇吗？你不是说你们的酒店没有蛇吗？嗨，伙计们，我是鲤鱼。今天我们还是一起来玩几款恐怖游戏。第一个叫什么 ？No Snake Hotel， 无蛇旅馆。这也是 Chu Chu Charles 开发的游戏吗？我前不久看到过一个那种恶魔火车头的宣传片，好像也是他做的游戏吧。 OK， 那就让这次的旅行第一站就先到达这个无蛇旅馆吧。我们开始。 Welcome to the No Snake Hotel, the only hotel with a 99.99% no snake guarantee. 那剩下的几率呢？ No Snake Hotel, we pride ourselves in our incomprehensible lack of snakes. At other hotels, you run the constant risk of finding a snake in your bed sheets, a snake in your toilet, or even waking up to a snake sliding down your throat. It happens more than you'd think. Call the front desk for questions and enjoy your stay at the No Snake Hotel. 我打电话订购来这个旅店了，怎么没有人呢？0.01%的几率会有蛇，对吗？他说什么？发现了蛇之后就拒绝退款。不对呀，你不说无蛇旅馆吗？保证。那我发现蛇了，怎么就不能给我退款了呢？ Step on it， 踩上它，什么鬼？我可不想踩啊！你这酒店有猫腻啊？这什么？ I just arrived at the hotel. Hey， 你好啊 ，Bart， 这个地方简直太完美了。你知道我有多恨蛇吗？所以我准备留在了这个无蛇旅馆。他们真的做到了 ，Bart， 这绝对是没有蛇的旅馆。你说的我好慌啊，我怀疑你这是虚假宣传。哎，这上面的海报写 The Evil Incarnate， 是邪恶的象征吗？音乐不错呀。前台的人呢？你这几星酒店写的什么？没有蛇，99.99%的保证。 Find room 100， 找到100号房间。我这是123啊，123能进吗？123进不了，124都进不了，我只能去找100吗？什么声音？这是什么奇怪的声音？118能进吗？哦，我简直是做梦一样，活在了梦境一样，我不敢相信这真的能够发生，我太开心了，这个无蛇旅馆对得起它的名字。Ever since I was a little girl， 自从我是个小姑娘的时候，我就被一群狂热的蛇给绑架了嘛。这都是什么经历？在假期的时候，我一直都没有离开我的房子，忘记开我的炫酷妙妙灯了。在经历了50年的孤独之后，我终于有了一个安全的地方，在我度假的时候，感谢无蛇旅馆。我感觉不太安全啊，这地方如果没有蛇的话，那人去哪儿了呢？ Hello， Knock knock， 有人吗？那怎么还用凳子堵住房门了呢？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们？ Hello， 这是我的门吗？不对呀，这是一什么零，这边灯是漆黑的。哇，无处不在除了这里，我不信。我感觉到这里比以往安全多了。我怎么听到蛇吐信子的声音了？有一次我去了别家的旅馆，我走进了房间，然后转身关上门的时候，有一只跟我胳膊差不多长的蛇悬吊在那个衣帽钩上嘛。但是在这个无蛇旅馆呢，我就不需要担心这些什么疯狂的爬行类滑溜溜的生物可能会站在我身后了。我现在回头会出现吗？ Hello， 没有。哇哦， Hello， 107，你好，我订购的是100号房。101，这个是血字吗？是血吧。Oh no. Hello? 喂！哎，这是蛇吧？这不是蛇吗？你不是说你们的酒店没有蛇吗？哇哇哇！
什么鬼？哎，这没了。这游戏才研发到这里吗？应该还有别的结局吧？我从头来吗？不要吧 ！No， 我不相信你的鬼话了！快放我回去！我以为会出来一群小蛇之类的，怎么你们这酒店里养了个巨蟒啊？我们想个办法，怎么样才能逃离那个蛇的追捕呢？最后来个超级大蟒蛇啊！准备好了，这地方会出现一个小蛇，要注意。OK， 然后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是要进前面的100号房吗？我们是直接进去？哎呀，我还是 snake。 OK， 再一次，我还要听你巴拉巴拉巴拉说一堆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刚才那就是100号房啊，我怎么样才能通关呢？去你这个酒店，谁来你这个酒店谁倒霉啊。 OK， 难道是说往右边走？右边是漆黑的，而且是空气墙，走不了。我们接下来就头也不回的往回走，怎么样？ Run Run！ 哎呦我，哦，这边通了，看到没有？这边通了，我们有希望。这写的什么？电梯故障？为什么电梯会故障？Run the constant risk of finding a snake in your bed sheets, a snake in your toilet, or even waking up to a snake sliding down your throat. It happens more than you'd think. Call the front desk for questions. 我们再试最后一次，我最后一次再来入住一次你们的这个酒店。天哪，居然养了个这么大的怪物！这边，这边的空气墙到时候会开开。OK， 我们 run。电梯写的故障，我怎么跑掉啊？故障，我按什么钮？我按什么钮？啥也没有，按什么都没有。I die， 我死掉了。哇，如果这个游戏再长一点就好了。不知道桌子上的信是谁写的，但我在意的是他不能给我退款。OK， 来玩下一款游戏 ，Let's go。好，我们这次来玩的一个游戏叫做 Currencies。 凯伦看见了什么吗？他看见了什么？他现在在盯着我呀。你是叫凯伦吗？我们点一下这个小人会发生什么。哎，游戏怎么给我关了？明白了，我们开始吧。 Currencies sees what？ 凯伦是一个非常愤怒快速鲁莽的女人，她带着刻薄的话语和他的刀来了，来寻找我和我的经理，想让我跟我的经理见血吗？我要找到遍布在这个商场的各种投诉，使用安全摄像头，并且偷偷的活下去。天哪，这家商场得罪这个女人什么了？看来我是这个商场工作的员工啊。哎，这里还有难度，哎，有轻松难度、普通难度和困难难度。哇、哦，听上去很酷，我们直接最难模式怎么样啊？哦，不要这么盯着我。嘿，宝宝，嘿，伙计，这个疯女人又闯进来了，到处留下了这种投诉信，请你把他们撕下来带回到我这里，然后如果你做不到，我就炒了你，你就被解雇了。Be kind， 我的老板。不要啊，老板。还有这个女士，你有什么事冲我经理来，对吧？冲我老板来。不要找我。我这来到老板的电脑桌前了吗？我需要找到什么？再出现一下提示。哦，是门，吓我一跳。我需要找到这些投诉，然后直接报告给老板。Oh my god！ 哇哇哇哇 ！Easy easy man！有事好，哎呀我，有事好好说呀，我们给你处理。我是不是难度选太高了？怎么跑那么快呀？我来个正常难度怎么样？正常难度它是，用他的脚趾不停的踢路人，要把路人踢出街嘛？太恐怖了，这正常模式怎么形容他都这么恐怖？老板又给我下这种通知，你去啊，要不你去。
我想先看看那个投诉信，右上角我要找到十个。他在哪儿？啊！这里面有投诉信吗？这是什么篮球店，卖一些运动器材的地方？我没有看见投诉信呢。女士，你把那些信都放在哪儿了？这是厕所，厕所。这是雪人。哦，这边有投诉单子，我看见了。怎么还摇铃啊 ？Oh my god！ No！ 我不是 devil。欢迎下次光临，女士。我进男厕了，你不要进男厕，我跟你讲。Oh、my god！No！ 我只找到了一封投诉，哇，有点类似那种 Slenderman。啊，我们认真找吧。哎，它这些位置都是随机的吗？哎，不过远处会发光啊，投诉，感觉位置真的是随机的。之前我没在这个电梯上看到。我可以坐电梯吗？哎，不可以，这是我逃出去的地方吗？他在楼下，他在楼下，上来了。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What？ 这是普通难度吗？他上楼，我下楼，在哪儿呢？他怎么又都走回来？这太智能了，他知道跟我绕。这个地方有没有投诉信 ？Oh my god！哇哇哇 ！Easy ea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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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sy， 我们去下楼。投诉信在什么位置？这是超市啊，有投诉的信吗？我搞了半天才找到一封，他会过来的吧 ？Oh my god！他已经疯了哦，这边有投诉信。哦，你怎么画一堆奇怪的符号？哇，这边如果被他截住的话，就死掉了。哎，我有体力条的，他下来了，他下来了。哎，后面是可以绕的，没关系。开门的声音他会听见吗 ？Run！ 哇哦，他发现我了吗？我找到三个了。这个男厕到底有没有啊？我暂时没看到啊。也许他贴在女厕了。My God！ Shame on you！Shame on you！ 我准备调成简单模式。简单模式说他有一个非常长的一天，他的视野是模糊的，他非常的疲倦慢。并且呢，他只是想回到家里面看一些肥皂剧。每次看到老板这种冷血的指令，我就很痛苦。Be kind， 友好一点。Manager of the year， 我是年度经理吗？可是我要死掉了。好多好吃的，来，女士，哎，我真的可以拿吃的。哎，这个游戏有什么操作选项吗？操作选项没有啊。哦，他在下面，我先去。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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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烤串拿着点，不知道有什么用啊？或许我可以攻击你。哦，真的让他停住了！完了，我相机怎么也停了 ？OK， 每次我一进厕所就必死无疑。他应该不会把投诉贴在厕所的，因为那样没有人能看见。哎，怎么这个跑是按一下才能跑？我们把钱退给你，你不要追杀我了。Oh no no， 死路！为什么这个游戏会给一堆死？还有哪里有啊？哎，这个房间里面有一封。Oh my god！Run！
我觉得我简单模式都这么难的吗？这个游戏。Run！我拿到五封了。我是要躲起来还是怎样？这个游戏有什么可以躲的地方吗？蹲下。手电筒怎么关啊？这能看见我的。我继续拿那个好吃的。是这个，女士。他没上来吗？没上来更好。 Oh my god！ 哎呦我，这个游戏真的能通吗？我真的能通关这个游戏吗？这是电脑的机房。哦，我可以躲到柜子里的。真的有用吗？这类游戏躲柜子里面。十个的话应该是很容易发现的，怎么这么少？外面还有一辆车，那是他的车吗？哇，为什么我讨厌这样？发现了之后给我个大特写。哎，我加的越多的跑得越快呀，我没体力了要。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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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try. 我继续尝试一下。啊，老板，我已经在平行世界死了五六次了。Supermarket 里面有 ，Oh my god， 他就在这里面啊！挡住画面，我就看不见了，我就看不见他在什么位置了。哇哇哇哇哇哇哇！啊，他从那边上来，我就可以从这边下来。你过来呀！哎呦，垃圾 ！Oh no， 这是电玩店。Oh my god！Oh my god！Oh my！ 节省体力，节省体力。第六章，我知道第七章在什么位置。刚才看好像是这里。哎，哇！藏在这么刁钻的地方，还有哪里啊？哇，别都藏在哦，这超市里还有一张。哦，他已经来了，他已经来了。哇哦，超市里好多张啊！完了，最后一个了，最后一个在什么位置 ？Oh no no！哎呀，我就差最后一张啊！谁？我向这位女士投降了。Much, much later。终于还是只差一个了，另一个在什么位置啊？我们只需要找到另一个，我们就可以了。稳住，稳住，稳住！啊，在这里，最后一个。哎，我获得了之后我该怎么办？我要坐电梯走吗？我要回到我的工作间。 Oh my， 我的工作间在什么位置？还是坐电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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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坐电梯？不是电梯吧？我的房间在什么位置啊？找齐了还要回去见老板。No， 这里 ，Yes， 嘿 ，Boss， 哇哦 ，Send help， 发送求助。这不还是把我抓了吗？No， 你不要再说了。哦，什么鬼？
我刚才发生了什么？刚才发生了什么？太不容易，我终于把它给通了。而且这仅仅才是简单模式，后续能不能这个游戏再多一些我能躲的地方，或者给我一些其他道具之类的？好吧，那今天就先玩到这里吧。评论区留下你的感受，下期视频我还会见你。记住保持微笑 ，Tomorrow everything will be fine。